你要开心在礼拜天的早上，又看到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。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站立起来，与你旁边会友们打声招呼，跟他说耶稣爱你。
弱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孤独寂寞，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这时候我们应该往左还是往右走。也曾经觉得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了爱，但是有一位神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爱世上所有的人，他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，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赎回我们。这一份爱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这一份爱是神给我们的极好，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爱我们。最亲密的朋友，他和我们与我对面。耶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他。